看到了后台，他们都跟我说没人接，你们搞什么？看车的，看车的，我问，看车的啊，去小分车里预约一下。不看车的，我把你插出去。是卖车的，不要再给我打叉子。我这不买二手车，我买个新车。咱们店是一期，我们去官方授权算是一个新的老店。我这边只买新车，不买你的那些什么二手车、泡水车。今天在我直播间去预约，宝宝们，咱们支持全国的，跟你说，支持全国预约小分车，全国报价，全国提车啊！不要再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了。落地多少？红旗 HS 五吗？全款吗？还是分期？全款还是分期？来，大哥，我先给你报一下优惠吧。你点关注我，点头像小分这区，我给你报综合优惠五个加，综合优惠五个加，小分这区预约一下，大哥，小分这区约，我后台小助理会给你回一个电话，看你要哪个配置，他会告诉你详细的一个落地价啊，行不行？嗯，叉子落地多少钱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没完没了？能不能整？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。不要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这是卖车的。不要再给我打叉子了，再说一遍，不要给我打叉子，我卖车子的，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能不能能不能正常一点？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我是卖车子的，兄弟们，卖车子的，你不要给我搞那些有的没的哈，卖车子的，车子两个字给我打，我没上放，你再给我打。你很烦躁吗？你看这屏幕，你看这屏幕能不烦躁吗，兄弟们啊？卖车送叉子，卖车送叉子，给你大叉子，送小姐姐。有小姐姐，有的话我给你送，有的话给你送哈。还给我打叉子是不是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是没有。卖车子，他们说没卖车子吧？车子能不能给我打？都没上方，不要给我打叉子，不要给我打叉子。没有夹子，哪有夹子？卖车子的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，我们什么车？我是卖车子的，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方，车子，车子给我打公屏上方，再给我打叉子，把通通插出去啊！没完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没完了？我原先的时候，我一十块就是想，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啊！长安优惠多少？长安，我给你优惠一大叉子，长安优惠多少钱？能不能停下来？我是卖车子，你说点卖车子的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上放，让飞机降落。什么飞机降落了？啊？你们搞什么？把卡了，太累了，很累，兄弟们，太累了，很累的。
HS5 优惠多少？ HS5 综合优惠5个价。兄弟们，今天来我直播间，我跟你说，国际车展价格，每天只限于前五位去粤博。我看一下，名额还有一个，名额还有一个啊，名额还有一个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队去预约啊。红旗 HS5 名额还有一个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队去预约，最后一个名额了。国际车展价格，想要预约的，想要预约红旗 HS5 国际车展价格，宝宝们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队去预约啊，安排安排，最后一个名额。最后一个名额就关了哈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最后一个名额。国际车展啥意思？国际车展呀，就是车展。啊！国际车展就是各种各种车型，各种车子都会去那个车展去那儿啊摆车展，那个价格是非常低的，地板上价格那边人是非常多的，兄弟们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三天了，最后三天了，赶快去预约一下国际车展价格。很累啊，很累啊，被你搞动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正常问题问车子的？有没有问题问车子？兄弟们，有没有问车子？跟你们说一遍，有问车子的拿领鸡蛋。很累的，很累的，你们不要这样搞了，行不行啊？不是卖车子，不要再跟我整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卖车子，卖车子的。卖车子，有没有找所谓卖车子的？再跟你们说一遍，有没有找我卖车子？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放。车子。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放。车子，车子。车子 ，H 六内饰有三个颜色。车子给我打公屏上放。黑色的、红色的，还有一个灰黄的，对，是黑黄拼的啊。点头像点关注，后台私信我给你发高清照片。车子能不能打车子？有没有看车子的？有自行车，有自行。你们能不能让我换换衣服啊？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啊！宝宝们，直播间宝宝们，来给大家说一下红旗 HS5 的一些中配的一些配置了啊！不跟你们扯那些了，我要说车子了。本田的一款，我们红旗 HS5， 本田的一款。你这红旗 HS5， 我跟你说本田，我把你插出去。我这买国车。你再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，你可以问我哈佛，你可以问我比亚迪。你知道你本田什么东西、啊、不要气我，跟你说你插出去，把马给气死。红旗 HS5 啊，红旗 HS5 说价格，你不要惹我生气啊。这车子有发动机 2.0T 高功率发动机，匹配8AT 的变速箱，兄弟们 8AT 啊 8AT 啊，再给你说一遍。 HS5 不要方向盘多少钱？不要方向盘，我给你送一大叉子，你用叉子开啊，叉子跟方向盘啊！我们做红旗 A 六，我们红旗有 H 六 ，H 六19万多起价，十九万多起价，综合优惠3个价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这里安排啊！叉子叉子叉子，气死我了！没有3驱的，咱这个车子有2驱的，有4驱的，你再给我打3驱的。你再给我打3驱，我把你插出去，再给我打3驱的。我们有红旗 H9， 没有劳斯 SH9。红旗 H9 30万5，30万9800到53万9800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车里安排，综合优惠9个价，综合优惠9个价，宝宝，红旗 H9 全系综合优惠9个价，国际车展价格，点头像小分车里去预约啊。我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多少成都的宝宝们，给最后播一行不行？我看一下直播间有多少人是成都的宝宝们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成都的宝宝们。一区的吗？有个叉子，有一区的，我给你大叉子，一区的。气死我了！今天我不认气了，把这个领鸡蛋插出去。今天我直播间领鸡蛋，哪有鸡蛋？没有鸡蛋。
全车能卖全车所有新车。再买车盟组被踢插出去，我不买零件了，兄弟们啊！我也打个电话说一下啊，咱们这个感谢的话，适当还在接待业务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啊？谢谢宝宝们给我把关注点一点，鼻毛长出来，什么鼻毛长出来了？关注点了吗？你们给谁把关注点了吗？关注点了吗？灯牌亮了吗？灯牌有没有亮起来？灯牌亮起来，前途无量。我看你们评论就能看得到。这个屏幕是刷的太快了，正经人的屏幕是一个都看不到。跟你们说吧，有没有正常人？有没有正常人啊？有没有正常人？有没有正常人？就问你们有没有正常人？我是卖车的，你就说一遍。又跑又跑，很累。很累啊，兄弟们，卖叉卖叉，卖车卖叉。不要搞我心态了，我是卖车子的。全款多少钱？宝宝，我们红旗 HS5 你要了解 HS5 我们哪个配置？告诉我哪个配置？红旗 HS5 哪个配置？咱这个车有两驱的，两驱的话三个配置，低中高；四驱的话中配跟高配，看你要哪个配置啊？主推的就是一个两驱中配跟四驱中配，看你要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。四驱的话就在两驱的那个各种系统上面加了一个四驱系统，